我是来自科尔星的狼人，来到地球后意外有了个宝宝。那天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孩子，但是小雨却为了救我掉进了神秘漩涡里，只留下了我和他。爸爸玩，那爸爸带你坐飞机。原来有孩子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。爸爸飞机。2 hours later。爸爸，我还想玩。我小时候也这样精力旺盛，就控制不住超能力吗？有了。爸爸，真好玩。宝宝，这可不是玩。既然我们比别人强大，就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。你要保护比你弱的人吗？嗯。终于找到让这个小祖宗消耗精力的方法了。